胎儿求救。这件事情发生在1987年，主角就是这位林美惠女士。林女士婚后生了两个女孩，第三次怀孕时，因为害怕又生女儿，就和丈夫商量把孩子拿掉了。这一次是她第四次怀孕。宝宝呀，你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呀？希望这次是个男孩。万一又是女孩怎么办呢？你说这孩子我们该生下来吗？我们家已经有两个女孩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觉着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孩子拿掉吧。啊？再说我最近上班很忙，暂时也不想生孩子。哎，好吧，等过几天我有空时就陪你去妇产科拿掉这孩子吧。然而就在林女士做出这个决定的当晚，她不知不觉做了一个梦。不同于以往模糊的梦，这个梦异常的清晰。在梦中，她看到了观世音菩萨身穿白衣，非常庄严。接着天空放出一望无际的光明，面对这个境界，她感到非常欢喜。好庄严啊。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叫我妈妈呢？妈妈，我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啊！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万一又是个女孩要怎么办呢？妈妈，求求你留下我好不好？我会很乖很乖的啦。不行不行，万一又生到女孩子该怎么办？不行不行不行的。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什么，只是做了个梦。哎呀，真的不要紧吗？真的没事，快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。当时李女士并未学佛，也不在意这个梦兆，依旧照常上班下班。你们两个在家要乖乖的听话啊。妈妈上班去了。妈妈，我们会乖乖的，你放心去上班吧，再见。下班了，我们快进去吃饭吧。奇怪的是，到了晚上，李女士又做了同样的梦，只是观世音菩萨不再显现。啊！这次她直接看见一望无际、非常耀眼的光明。啊！这不是昨天梦见的地方吗？奇怪，观世音菩萨怎么不见了呢？妈妈，求求您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会很乖很乖的啦。我说过不行了。万一又是女孩怎么办？相同的梦境大约持续7天左右，小女孩总是在祈求得不到回应，就消失于梦中。第7天晚上，梦中的小女孩又来了，仍然很诚恳地祈求让她留下来。妈妈，求求您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会很乖很乖的啦。我已经跟你说这么多天了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不要再求我了。那个声音不断地反复请求，林美惠也一再地拒绝。最后那个声音说了一句话后便从此消失了。妈妈，求求您让我留下来，我会很乖很乖的啦。我跟两个姐姐不一样哦。啊啊啊，跟两个姐姐不一样，莫非我肚子里的是个男孩？林美惠梦醒后就和丈夫商量，谈论这几次特别的梦境。连续一个礼拜以来，小孩子都这样一直祈求，而且还说和两个姐姐不一样。
他们认为这次应该会生个男孩，所以便决定把孩子留下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吧。然而，后来生下来的却是个女孩。哎，还是个女孩。但这孩子从小就和佛菩萨有缘，对三宝深具信心，在他幼小的心灵就知道要慈爱众生。奶奶，您抓这只大公鸡要做什么呀？我正要抓来杀，煮好后我挑只最大的鸡腿给你吃。你们杀大公鸡，以后大公鸡会找你们算账哦。啊！等到小女孩4岁时，有一次，她对李女士说道：“妈妈，如果您去出家，也要带我一起去出家哦。我不要像两个姐姐一样嫁给别人。”啊？难道这就是她在梦中所说的自己和两个姐姐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将心比心地想一想，如果你是胎儿，我们在母亲腹中最希望的会是什么？无非就是希望母亲能孕育我，照顾我，使我有做人的机会。以佛法来说，多劫以来众生轮回六道，如果好不容易得到人身，有机会培养智慧和慈悲，以成就生命的大义，那该多么感谢母亲啊！所以，使我长大成人的母亲就是我最大的恩人。如果母亲把我扼杀胎中，那想做人的机会也就没有了。万一又堕落在三恶趣中流转受苦，那将又是多么的悲惨啊！
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